喝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应该比政委好吧。各位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多人？然后他们都在那边玩电脑，但是呢，我的电脑只有两台，所以我们今天去买电脑。没有。所以要去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去网咖，这样会不会太牵强？好啦，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台南有一间网咖，它也不算是网咖，也算是复合式的，就是有漫画啊，也有网咖跟吃的包厢，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上下铺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找他们一起，我们一起等一下一起去体验一下，我们就去台南玩一下，顺便吃个东西。电脑也可以转换个地方玩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在我家被虐跟去网咖被虐应该其实是差不多的。等你这次死掉，我们应该就可以准备出门了。玩到全部，应该不太可能哦、喔。全部可能要五六十个小时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好像赢了呢。哎、欸，那你比郑伟强多了。可以放那个就对了。好厉害！哇，那个就是。我忘记要续。哎呦喂！哎呀，过去催他！啊，好，可以出门了，可以出门了，哇！哎、欸，为三字头平反，你十几次过的。两次，嗯，还不太行，因为这次应该不会死了、啊。对，好，我们到台南了，好不好？那这间为什么会想来？因为我觉得它很特别啊，它在超商的二楼。我那时候看那个街景图，好奇怪，怎么在？吓死我了！怎么在二楼？然后它名字又很特别，叫宝国味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边体验看看，好不好？这边就是巷子，好像没那么吵，一下就变蛮安静的。我这边有吸烟室，我在宝国味里呢，我来打望他。上下铺，你可以在里面，然后开灯，看你的漫画，爬这个上面休息。这边也有，我来坐这边。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想说这边将军有看到，所以我们就订包厢，等下想休息啊，想有点休息。然后我们是207、208。阿伟，你来台湾看，看你的脚有没有伸直？欸、其实这样子是有180左右，你身高180斤吗？对啊，对，那这样可以。那这样子我的话，我脚是不会超出来的。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其实算长，就是对于高的人来说还不错。这对称，等于说我们是面对面。嗯，这条纹，它其实蛮简约的呢。它就一个这个牌子，然后就是放耳机，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放一些我们的钱包啊，还是什么样的。它就是没那种柜子，不像之前有一些可能有放外套的啊什么的，它这边就是都没有的。啊，还有做一个这边可以挂个外套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空间床，然后电脑就这样子，这边走道蛮宽敞的，然后冷气也不是说会对头，隔音这样算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各位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对，那这样子应该算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。他电脑配备吧，录音室，然后助力器，还有给看得懂人看。然后显卡的话是3060，就中阶吧，就是游戏基本上可以顺跑了。你画质比较黑高的话，啊，就差不多这样。商品干面类，干面就两个耶，55，这样其实不贵，55有蛤蜊呢。没有啦，这个是泡面口味的，啊，蛤蜊风味。然后包厢，你要租个睡觉的话，30元。嗯。后面类30元，贵耶！一粒巧克力。后面类80、65，哦，这个就是中规中矩啦。简餐类95、95，再是点心类，综合卤味100。其实我觉得这边的价钱普通偏便宜一点。那我们餐点已经点完了，你在玩你的健保卡是不是？不是健保卡，我未明。我们点了两个泡面，对了，巧克力厚片。简餐类的话，我们点了一糖醋排骨跟宫保鸡丁。对，然后点心的话呢，我甜不辣、啊、那么喜欢，肯定要点一个的吧。然后还有一个招牌咸酥鸡，然后跟一个综合卤味。对，那我们这样总共费用是545元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呢，一个包厢费用是620元，然后是4个小时，两个人分下来的话，一个人是310块，8:20，8:20点餐。我大概送单的，看一下他大概多久到。哎、欸，以前的游戏怎么做起来那么，那怎么长那么色情呢？ Nope。 看白痴。
盆栽哦，你为什么不喷？哦，你不是有地吗？哎，帅，哎，帅帅帅帅，可以碰它，会变大。真的？对，是吗？那怎么知道你密声多少？上面哦，马里奥城里，不用故意做效果。没有，也不爱。各位，你们来网咖无聊对不对？有爱的练嗓，来看一下我的这一部，那青菜乐园抢先讲，按检举，直接叫检举，记得帮我按赞哦，然后可以抽奖。个沙运哦，就是这个。可是它是照片啊，它那个照片看起来比较漂亮。没有，本人比较漂亮。没有没有，然后再就是波火有没有？哦，这个他照片比本人帅多了。要不要？现在时间是9:00，他这个餐点呢来的速度大概是40分钟，然后他这个。就是我点的那个蛤蜊面55元，跟我想象中差不多啊，几个菜，然后一个贡丸跟一颗蛋，但有蛋我就觉得不错，但外面一颗15。然后这个呢，他说是糖醋排骨，哎、欸，有有，我看看，有糖醋味，综合卤味100块，甜不辣跟70元的那个咸酥鸡。我觉得面太硬了，煮完放太久的那一种。对，我觉得它应该要湿一点，这样子我这个酱比较好拌。它现在就是有点太干，我的酱拌不太开。然后就变成有些地方没有味道，有些地方很咸。好，来吃看看卤味，我卤味怎么样？很香。甜不辣，嗯，还是，但这甜不辣一看就不是我喜欢的。嗯，皇帝加够大，咸酥鸡还不错。好，那就等一下大家吃完之后再评个分。吃饱了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其实我觉得还好。还好，你刚才是吃什么？宫保鸡丁。宫保鸡丁。你是吃干面，干面太咸。觉得 CP 值最高、最好吃的是那个咸酥鸡。嗯。70块的。卤味其实也不错吃。卤味100块，我觉得算够了，但是它里面肉太少。我没有肉，我肉吃1块而已。我没有吃到肉。哎、欸，没有吃到。嗯。他说我那块肉是不小心放进去的，是不是？怎么不理你啊？不理你。那我不跟你一起跳舞？对啊。对啊。点点回应了，大神。他只要走过去，是吧？啊，他这样子才会理你。这样。现在大家已经吃饱喝足，哎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们刚刚看到他的主机在哪里吗？找不到啊。对，完全没有主机呢。刚刚他送餐的时候应该问他一下。对啊，哎，我真的很好奇，等一下我离开前一定要问一下他主机到底藏在哪里，完全看不到，哎，那不是插那边吧？那你要插哪里的？应该是插这个，来来来，人家超酷的，他出的线都是用这个盒子装，然后我的手把刚刚插了一下。也有感应到，我觉得它这样子设计真的比较好，没有主机，这些主机要么在这边，啊，要么对上面，要不然旁边也是，然后那个主机热气真的是有点太热，不舒服。偷袭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它就是看起来大致的点，其实没什么卵用，有没有？其实它不抢啊，对不对？你敲爆它就对了。半鞋，手按 B 刚刚闪不掉，因为你已经没耐力条了。已经得到旁边那一只，哎呦，害得傻掉，撞墙哎！你血不多，哇，完了完了，血还没有最强，哎，三下，看你自己了，4下，我示范给你们看看好不好？我不要把他打死，我就是打到他快不行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就是先蓄力，两格之后，直接先敲一波。然后都闪，哦，这么丝滑，不要急着打，会派气功闪，这样子，你看他手的动作，啊，闪闪，要干你娘，快输喽，不会，示范，有没有很好？示范把他打死，不能把他打死。Nope， 这边就是那个卫浴设备啦，拿厕所呢，长这样，男厕，很干净的，而且闻起来是香的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女厕可以全然看的。那我他这边洗澡一次是50，对，那我的是2号。看一下，蛮棒的嘞，哇。都有敷这些，然后吹风机，这吹风机感觉应该是蛮好吹的，然后该是分离这样子，
啊，那我就先洗澡了，等等见。洗完再跟你们说这边好不好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当你要离开网咖的时候嘛，你那个试听最好到登出。现在不过我睡着了，我要确认一下，看试听有没有登出。好，登出。对，为什么我会这样想？因为我一次去网咖，然后我玩试听的游戏玩完之后，我没有关，我就走了。然后之后后来我回家之后，包括几天，我的试听上面就有一个在我自己的涂鸦墙，上面有说：“老兄，你的试听没有登出。”然后我刚洗完澡，洗澡的话，我觉得一个不可以忽视的缺点就是它水会忽冷忽热。那吹风机的话呢，我觉得风力不够强，我吹了十几分钟，吹到感觉快流汗了，才稍微干而已，有些地方还没有到真的干。对，所以如果是女生的话，我觉得会吹更久。好，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对，然后就准备把大家叫醒了，我们再来做个最后总结。睡得如何呀？好睡吗？啊，是，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这个键盘声音，我是轻轴跟插轴的，太吵了，会吵到睡觉的人。啊，这边，虽然它好像没什么影响，问一下，看主机到底在哪里？问一下。对。我还问了一个问题，什么？你们电脑都没有主机吗？主机在机房里面。哦，所以是牵线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哦。那我就猜到。我想说，怎么可能牵那么远？哦，好吧。你们觉得这一间跟上一次的比起来？我觉得我喜欢这里的环境，可是我喜欢极速的床，就是喜欢这边环境，但喜欢极速的床。对。你呢？就干净舒服，很舒服。对。我目前觉得这间，一开始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以为这边环境可能噪音会很大，隔音很差，但其实。就是连我们在隔壁这样子敲，好像都听不太到，这样子讲话也听不太到。对，那这边我自己觉得最喜欢就是环境啦，环境我给9分。对啊，食物的话应该给5分。好啦，那这一趟这个网咖呢，我自己觉得这间推荐指数，单纯打电脑过夜的话，推荐应该5分。啊，如果是想看漫画的话，那这间我觉得应该8分到9分，因为这间的住宿价格就比别间贵，它4个小时就300多块一个人。我觉得它贵，应该是贵在你还有漫画可以看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可惜没有一起洗澡，不然可以解锁新地点。哎，早讲完，你们进去100块一年，100块就可以解锁了。Little time, 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.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